酒杯，嘴唇上染着鲜血。滚，欢喜欢喜哦。我是张远，张远啊，我的腔调不像很浓，大家叫我张雨龙。你刚刚坐在沙发，真的也只是看节目，现在已经写好纯正腔。大天跟那个立冬，他们太直接不认识，他们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淘汰淘汰了，好尴尬的一个单元，这么可怕，快哦快哦，周杰伦、萧敬腾啊，那萧敬腾、萧敬腾、萧敬腾、萧敬腾，大天可以的，现场的，朋友，有，你们好吗？有，摇动的红酒杯，嘴唇上染着鲜血。舍不得说，哎呦，还会唱啊！来不及说，离别的话最难说出口。什么歌？只能想念你。恭喜，答对。Yes。好。哎呀，又大天这边了，来一个。张宇还有题目，张宇，我不一定会张宇，不是张宇开心一点啊。张宇大哥都看了，那就一次让他气到底。张宇刚刚坐在沙发，真的也只是看节目，现在已经写好纯正腔。太气了！不要得罪，就选你会的了，张宇。张宇，还有一题可以用，来，张宇人最早啦，可以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张宇。我的腔调不像很浓，大家叫我张宇龙。我不像啊，好尴尬啊！我不会啦。周杰伦，他可以，你叫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那个亚洲天王，好不好？周杰伦，哎呦，我是周杰伦，内心最纠结的人，怎么了？叫周杰伦，周杰伦。那你还记得你的高中老师吗？好吧，我高中老师是什么意思？哎呦，不错，你没有看宪哥？有，大家都知道，我是亚洲天王，对不对？是，但我最喜欢阻挡别人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叫我周董。周董，不错啊，好不好？差不多，没招了。我觉得差不多，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张宇好像刚比较像。张宇效果比较好。那就来一首周杰伦的歌了啊！来，请出题。哦，要答个题目。干什么？已被我一脚踢开。歌词。错嘛改，已被我一脚踢开。快使用双截棍。双截棍吗？来了，哦，给正确答案。双截棍，恭喜答对 ，Music。金属棍，呵呵哈咿，滚球双截棍，呵呵哈咿，欺负日本经济，天色无敌，是谁在天台地风生水起？滚球双截棍，呵呵哈咿，滚球双截棍，呵呵哈咿，如果我有群众飞檐走壁，我也能忍不住一身正气。有一个很深的感触，因为要让节奏更清楚，我们决定不再模仿，模仿还是挑自己会的，不是模仿，不再模仿，你挑人哦。费玉清，哦，费玉清，哎，那这个要模仿两句，这个要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哥费玉清。自从我封麦之后啊，这个所有的这个模仿的重责大任都交给了小虾陈大天。他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呢，都在家里模仿我休息。真相哇，好快的脚程啊，脚步赶公车。好 ，OK， 费玉清，请出题。哎呦，
送分嘛，你提了啦。这一听就知道是孟驼铃的吧？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，迎接各位来宾。本馆于9:30已经要打烊了，期待在空的大田大田。那里很怪，我每次看到你模仿那个小哥飞行，就会想吃烤玉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不是就不就不真的就会想吃烤玉米？是牙龈的关系吗？是牙龈，牙龈还是因为嘴像不像一只玉米在餐边？玉米在吃根玉米。恭喜答对！来来来来来，赶紧赶紧。好了好了 ，Go Go Go！ 就来一个皇帝型好了。有来了，正宗立行来了，请出题 ，Go。他的嘴，哇哇哇哇，他的嘴，直接就是给分数了嘛，啊，送分了，送分题，直接送分了，嗯。扣分又笑就骂，要从四变八，用力呀 ！Sexy so sexy， 三个字，打分数，打分数，恭喜答对。